每一块皮革的触感都不一样。制作一件皮雕，就像给皮革注入灵性，让它重新活了起来。我是学美术出身，在冷冰冰的大理石和柔软的皮革之间，我选择去雕琢后者。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，我仍然相信手工，相信有烟火气息的生活。皮雕最初起源于美国的牛仔文化，以唐朝花纹为传统图案。我想在皮雕中加入更多故事性，刺青、浮世绘、神话传说都能成为我的灵感。当我的作品在日常中被佩戴、被使用，我的想法就会与人产生连接。通过皮雕，我总是在与不同的生活理念对话。一个人可以选择把信仰埋在心里，或者刻在身上，但我想让信仰化身为每日必需品，则本身就是一种修行。景道不可不可以，故受之以格。我是白宇东，我们是格也。